下来呢，这个杨琪已经换装完成，我们就欢迎他出场，欢迎杨琪。风格是不是？真的是很厉害，街拍欧美风格啊！而且感觉是杨琪会穿的衣服，对对对，也不会跳跳啊，好好看。杨琪又够高，我喜欢那个布料，哎，对，这个舒服。请问一下，我们男生这边喜欢他现在这样子的穿着吗？全场，耶！杨琪明显提升，这样就变大神了啦！千万不要，你是会冷啊？不，你里面那件可以拉起来，可以拉。拉这件呢、啊？拉起来，把这个塞进去。我告诉你，一这样子，拜托救救他，就是大神了。姑妈会真的，绝对不要那样子。哎，我喜欢他那个外套的那个。斗篷一定要这样放着，好吧？斗篷不要把它这样子。所以里面我帮他搭的那个是很密的织法的针织，就是要让它挡风，风而且又就是保暖。再加上一个灰色的包，你看多好！哦，整个态度哦，对，是不是？是。你自己坦白讲，你这样有冷吗？有没有暖？其实，在棚内真的还蛮温暖。是啊，对啊，出去也很温暖，因为这个是羊绒的这个毛呢的。我可以再加一个配件，我再加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哇，这个。这个好，对，有帽子就挡风嘛，对啊，头就暖，接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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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有型万配。哦，运动品牌可以这样搭，街拍街拍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他跟他身上那个斗篷的颜色有搭，对，色的哦，脸好小，脸好小。而且我把他的耳朵保暖了，脖子保暖了，肚子保暖了，就不怕冷，脚保暖了，你这四个地方暖，你全身都暖乎乎了。而且他那个帽子绝对有保暖的效果，对，非常有，对不对？耳朵帽子很重要，耳朵包起来真的很重要，耳朵包着，嗯。对啊，然后我帮他搭一个灰色的包。我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今年秋冬你一定要买灰色的包，而且如果你想要甩掉大妈感，你不要再用黑色包包了。灰色各种深深浅浅的灰，我今天其实带了各种不同的灰包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真的灰包你可以很多不同的搭配法。哦，真好看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哎，这如果走在东区，而且杨琪的高度可以拿这个 size， 对对对对对，可以拿大的，对，160以下千万不要考虑，30公分以上不要太大，对，真的，超好看的，好美哦，很美很美，改造成功，好棒哦，实在让人太难以想象啦。经过林川老师的时尚改造后，杨琪完全摆脱欧巴桑的味道，转变成时尚轻熟女。只能说老师的功力实在太强了。林川老师配这个绿真的好美哦，因为那个绿其实是让它整体不要那么暗淡，但是这个绿有带灰，对，对，就是跟它外面的那个运动洋装套装是一个配色的。杨琪，谢谢你哦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哦。好好好，又这样子哦。对，你一交叉，你一交叉就很像大安森林公园的野餐垫。OK， 碎碎碎，好，好，接下来今天的贝彤彤请上台。好，哎呦，好，但是还是年轻人嘛，是来贝彤的代表，代表哦，来贝彤，少女代表。少女也是会很怕冷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今天穿了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东西，譬如说刚刚老师说的高领的毛衣，对，然后里面呢，当然就是发热衣是必备的，发热裤也是。但是因为就是最近很流行这种短靴，那你这短靴的搭配上面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，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点是你的 leggings 绝对不能太短，不能露出脚来。对，你如果太短的话，就很容易把这一节的脚踝的皮肤露出来，你就会很怪异。所以我会不会啊？就大神啊！对对。所以我很喜欢搭一个比较挑一点的颜色的袜子，比较有特色这样。然后像我头上戴的毛帽啊，也是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，像看后面尖尖的，像小矮人的帽子。我觉得其实都很好，但是就问题就出那个帽子。帽子如果你的帽子的颜色是跟你袜子其中一个颜色有对到的话，就更少女更跳跃了，桃红或是艳蓝色都可以，亮一点。对对对，你现在这样整个你头发，因为你发色黑的，对，然后你又搭一个黑的帽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压的好像有点黑暗的感觉，就又更小只不突出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贝彤穿这样还蛮可爱的，我老实讲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前面就好像少了一些配件还是什么东西，觉得好像有点空空的，就
就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。我是觉得有点过于居家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正面好像起床就来，出来就这样。是不是应该再搭一个长一点的链子之类的？对对对对。哦，用配件。后面男生喜欢他，喜欢就打个圈叉好不好？喜欢他穿什么吗？圈叉。克里夫你不喜欢？没有，我觉得帽子。哦、你也不喜欢？也是帽子吗？对，我觉得帽子就像刚刚舅舅哥讲，你可以换，就你亮一点的嘛，对，看起来比较亮。对啊，你是少女耶 ，Eric 你不喜欢吗？对，除了帽子之外，我觉得那个上衣那个 top 颜色太重了，然后、太宽了，宽了，就是像居家服睡衣走出来直接。嗯，你就是喜欢穿宽宽的，觉得随时都可以飞起来。我喜欢而且本身比较瘦。我觉得他刚刚讲到短靴的一个重点，我换单脚给大家看好不好？哦，变成细跟的意思吗？其实大家在看颜色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你看他已经袜子上有彩色，对不对？是。然后刚刚讲他衣服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淡一点点。我换一个拼色的短靴，让他做 before 跟 after。好，来我们看两边的不同哦。女人味出来了耶！你看它一个是黑靴，是女人味，感觉是女人味，会很像，真的像你们讲从家里走出来的。对、啊。可是加上一个拼色的鞋子，而且是跟它袜子，甚至是跟它衣服的那些着着的颜色去做一些组合，它就会看起来整体感比较不一样。奇怪，就这样子、哦。一个鞋子，我觉得细跟很重要，细跟很重要。然后我现在两只脚都让它换上，你们就不觉会连帽子都看得顺眼了。连帽子都看，这双鞋几号的？好，我的 size 那个包起来，我也买了，完全瞎比是吗？因为我有一件，我有一件，明超老师，我有一件大衣就是这两个颜色拼的。哦，对，就是拼色，所以我可以拿这个，可以。可你那双换上这鞋子裸靴，你们再认真看一下，全身连帽子都顺眼。对，真的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就比较有那个女人的感觉，就是漂亮，就没有大婶了吗？对。我觉得年纪有稍微高一点点，没有那么小朋友、欸。那个太小朋友了，对，哪有小朋友啊？那很小朋友，就是国高中生。还不太会穿这种高跟鞋，这种就比较像女人，但是又想要增加高度，就会选择这种粗跟的。而且其实主要，等一下讲，不要纠结在跟上面，是那个拼色，啊、是我觉得颜色也加分很多，是拼色才是重点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我再帮他加一个围巾，要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再更亮一点点。来喽，目前还是上半身暗淡。哇，这蓝色好好看哦。哇，这个蓝的漂亮。我以为明川老师要变魔术，对对啊，他就是兔子，一直变不见 ，magic。哇 ，Vivi杂志，好，你看我要让他的红色跟他的袜子、鞋子那些组合在一起，这个蓝色去提亮他原来针织里面的蓝色的颜色，他整个人就会亮起来了，好看呢、哎呦，好可爱哦，真的。你又年轻了三四岁，感觉那件衣服没有那么没形状，对，衣服跟着有精神起来了。对，然后我再帮他加一个，包包如果是灰色系书包感的这种大包包，比较正式包一点。Vivi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哎呦。怎么差这么多？配件不同而已，只加一些东西而已。对啊，他没有改变你的大习惯哦，他没有改变你的大原则啊。是，而且同样的那帽子是不是顺眼多了？真的，加了一些东西就整个不一样。其实但也可以啦，不然你没有这些东西没关系，你帽子换掉就好了啦。太沉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他可以把它改造成什么样？我想要让他有一点，因为其实贝总彤身材很好。而且谁说冬天不能有点性感？他要性感，对呀、啊，性感得起来，怎么可能？为我们男生谋下福利啊！一点点性感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大家拭目以待。耶、yeah. 哦。